次练习绳结构的时候，我就好像就是跟它心灵相吸一样，做出来之后就感觉我很喜欢它，我就要搞它，就内心告诉我说这个很适合你，这个你可以搞下去，你可以成功。没有接触这行的时候，我觉得木工就好像是一个那些爷爷辈们呀、拿着小锤子呀敲敲打打呀打个钉子呀这种的嘛。爸对木工这个方面就可能是像以前那样，我的看法就是很苦很累，天天在灰蹦蹦里面生活呀，就是靠敲靠打呀什么的，他可能当时就挺不开心的。训练了一个暑假之后吧，就是我爸就主动问我说是想放弃还是怎么样，然后我听这话，我说我不会放弃的，我一定会撑到最后的。所有人好像就觉得你不行，你不行，你就是不行，所有人都在跟你说这句话，你反而更想证明给他们看一下。那顶尖的木工应该是把现代科技跟原木很好的结合起来，要把那些老祖的东西跟现代的东西结合起来。进国家队前五，还是想要让别人了解一下家居制作还有高攀这个人。